的身材不妙，却有黑白分明的线条。你的胃口很好，吃的竹子绿色又环保。你也有些烦恼，何时才能拍一张彩照？你的伙伴很少，四周却变得越来越喧闹。你的青春不老，时刻准备迎接下一对宝宝。你的生活逍遥，想要去到大海对面的小岛。